告别传统的单向授课，飞上教育隆重推出全新的双向授课韩语教学平台。飞上教育向您介绍前所未见的全新韩语教学平台 KLaSS Korean Language Smart Solution KLaSS。네봄다음에는여름이와요네이번여름한국굉장히좋겠습니다KLaSS 是教师和学生在同一个空间一起学习的可参与性项目。教师和学生各使用电子白板和平板电脑，一起听、念、写、说，还可以在解题的同时确认答案。此外，还可以在课堂内分组进行小测试等互动环节。增进学生之间的亲密感，让韩语学习变得更加轻松有趣。所有教材里的人物对话提供情景化视频，充满真实感的对话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上课注意力。通过视频学习，学生可以掌握充满现场气息的韩语。不仅如此，视频还以景福宫、德寿宫、明洞、南山等韩国著名景点为场景，这让学生在学习韩语的过程中不知不觉走进韩国文化。여기가경복궁이에요저는여기에처음왔어요이문은광화문이에요경복궁의문이에요飞上韩语教材共有六本，根据学生的语言水平分为初级、中级、高级，每个级别各有两本教材。飞上韩语从辅音与元音、词汇、语法、绘画、阅读等学习的全过程，到测试与复习环节，提供细分化、个性化语言学习课程。结合以飞上韩语教材为基础的线下课程与各种数字内容课程，飞上教育倾力打造了全新的混合型学习系统 KLaSS， 充分满足运营者、教师和学生的需求，引领韩语教学的新方向。前所未见的新型韩语教学平台 KLaSS， 带你一起出发，飞上教育。